下，我再数一下。好的，我粗略数了一下，20不到应该。确实很多人，反正很多人啊。V 这一把能不能站起来？因为前面两把都是在那种框控的。完了，小童子弹没换上。哎呀，哎呀 ，V 瞬间就没了。螺丝哥，子弹5发，快追！重点是有没有子弹，能不能舔一下？哦，有冲锋枪，维克托。对，这把维克托上把比喂、啊，怎么还有这个东西？这还有 C 四。这个东西可能伤害变有点广，不过大家能听到这个声音很大的，其实是主要是它会滴滴的声音，读秒它会有滴滴滴的声音。是的，龙四哥这个位置感觉有点要出事啊。嗯，他反正现在已经把拳击馆的高层给占住了。萨尔是出枪了，远点打的，还好。哎呦，龙四哥杀疯了呀！过点龙子根就吃了10滴血的一个闪，这个闪全白呀，但是一枪只喷动了一枪。哇，这波是配反秒。是的，这边的 DT 这个兄弟应该是2发子弹全喷出去了，但是对面就是林强这边应该是喷了1发，第二发应该没有算伤害，或者没喷出去。我们赛制有没有设置这个伤害最高可以得奖？没有吧。哦哟，漂亮。人也就是没办法，偏了一下，偏到小崔了。哎，不对，小崔回过头来想了一下，不对，没听到后续的脚步声，来下边接你，但是其实已经跑了。鬼鬼小虎声，哎，看到了，这空喷没喷到，还是有一定难度的。哦哟，小心！哎，这样打拉扯，感觉小崔要败了呀。小虎身法敏捷，本来想一波轻盈杀，还好小崔直接躲掉了。两个人都是那种就是比较能拉扯的类型啊。是的，跑得飞快，喝了饮料就是不一样。来了，喂，天脸疼啊！哇，飞一是在上子弹吗？感觉他那个动作像是在上子弹，他并没有开出枪去。不是，好像枪穿过了身体，你知道吧？我没有听到他开枪的声音，也就可能是两个人太同步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这。你这个进城之后尬住之后，你这太慢了。本来我们这个圈型就快，你一时半会儿找不着车，你再走不了的话，那很难进圈。圈型极端一点。奥斯卡血量也没有打起来，现在打起来了。远处有枪线，完了呀！哎呀，匆匆108。哎呀，这两个睡一个床的人啊，合力把奥斯卡。哎呀，哦，这是博良被 DJ 逮着了。打了个正着，这几波木枪他是，他给他面前的几个木杆打的，哎呦，又被一枪栓狙带走了。蓝 KK 今天已经有2次了，算这次被栓狙带走。王骚骚三分之二血，都有一个满血。哎呦，林树这波没动，就是在他下车之前他已经没有动了。那这波真的就是不给你太多，这个也可能就真的就差那一枪的伤害啊，就林树打他在车上打的一枪嘛。小鬼也接住了小鹿，小鬼让超市关门了呀！啊，永远对峙到林树，他这个是悄悄摸过来的，林树应该不知道。是的，看他是做一个埋人位，还是双方，后续会打 DJ 啊 ？DJ 看到了，感觉他扔了个闪，哎呦！但是没办法，虽然看到了，但这个闪没什么作用。是的，眼神还是第一时间看到了匆匆，但是没有打匆匆。哎呀，这两个人真的有配合，你知道吗？小叮当这一波的这个踩位就很受限，是虽然是个高点，但是其实没有太多射击角度，对的，没有太多选择权，只有明明可以随便跑来跑去给你找机会。对，嗯，双方开始对线啊，明知道是个残血啊，打好状态，接上来了，哇，小叮当，这就是反应吧，这可能就是，这就是超巨，找信息。能不先出枪就可以出枪，哎，刚说完永远被发现了，完了这一波啊，这波是没有信息啊，不知道，真不敢走啊，真的不敢走。对，不对，没有容错率，没有任何的容错率，就来了来了来了，哎，哇，这波、哎、周品言没出手第一时间，但是直接就找到了这个信息，找到了天天的信息，还好没出手，出手的话可能周品言就被天天带走了。是的，
哇、哦，周平爽舔一波，捡到！哇，怎么来了？来了，有人来了！哎呀，完了呀，大京！哎呀，大京等半天了，刚才出手我就没有去，你这一波你的一个形势就差不多是什么？哎，这有一个过点，哇，好稳呐、啊！哎呦，啊，这个枪也稳，手也稳啊！大京，大京怎么躲在这里？哎呦，这六个淘汰了呀，周平言。好的，那这一波其实没有大型进展了。你拿雷砸我是吧？我也砸你。看头猪的使用效率，完了呀！这颗太准了，贵贵，这样的话，啊、这个三级头是完好无损的呀，因为他是用头猪解决的。这波，哎呦，真漂亮啊！明明这波有点都看不清人啊。嗯，这隔草把人秒了。哇、哦、，two tap， 伏地拿了把喷子，哎，这把，哎，被发现了。他知道呀，木子里本来就知道这个 two tap 的位置。眼睛太尖了，一打哇，在王者哇活活穿死啊 ！Oh my god！ 这个人，他这个人真的是，他就他有这个小反扑，他。